啊，我要介绍林香给你，你还带你老婆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她是你谁？学妹，干嘛的学妹？你听起来那么暧昧，学妹？没有没有，学什么妹啊？球馆的员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艺林。来，艺林跟林香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林香。哇塞，怎么毫不犹豫啊？假设她没结婚，这三个人你要选哪一个？对啊，是林香。我是朋友无情啊，是社会现实、啊。所以为了验证他真的是冠军，而且他体能很好，必须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三个给你选择一个，公主抱转三圈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林香。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，你得罪了里长，又得罪了你的同事，那就不能只是转三圈，你要抱着林香绕那个阿伯一圈再回来，这样，那就是你的处罚。公主抱，好，来来跑去阿伯面前跟他说。你要跟他说被温莫啦，好，第二趴伏地挺身都会啦，林香坐在你背上，也不用多三下就位，来来好，来来第一下，再来第二下，自己都冲下来傲笑嘞，好，有一下就不错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来来，好。什么啦？你知道什么？好 ，Ready Go！ 一好了，来再来。可以，加油啦！你此生梦想成真，心愿已足。这个影片呢，到时候你把它下载下来，告别式的时候播。好，可以。来到羽球馆啊，要羽球大战。政委，你跟林香一对一。好啊，我们就抢三就好，统一都给女生发。好，假设你赢的话，里长加入；你又赢了，艺林再加入；你又赢了，三个通通处罚。女生处罚就简单，用拖鞋打屁股；男生处罚就蒙眼哦，开车上高速公路。来，各位，大专杯遇上一罩杯，羽球大战正式开打。好，有来有往，林香。怎么回事？谁赢了？你赢了，因为我都没看到球。好，1-0，教练这边暂时领先。林香准备来，准备 ，ready。好，发球过网。啊，这球统一不算，林心贵啊拥有更大的包容。ready。好，教练完全举重若轻，态度从容。2-0。准备了，啊，哎，算，啊，2-1，啊，丑二，对，我们那个明星队啊，也不能无限制的丑，我们就可以丑200。好，发球过网了，来，李湘反击，哎呦，来，赛后心得采访，下次有信心会赢吗？好，但是可惜已经没有下次了。各位，但是里长是厉害的哦，听说你为了今天的比赛，前三天就来特训。对，我有跟教练来特训了好几天。不要让你师父看你没有。好，我更认真。更认真。啊！还是没办法，那必须要加入第三位了。我发现哦，就算加30位，好像也……来，我们临时更改规则，3-1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用左手，我用左手，好 ，OK， 准备了，预备。哦，哎，左手他就比较不行了，你看吧，有机会了吧？机会吗？界外了！我跟你讲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透过大会的鹰眼系统，你看吧，界外吧。好，现在女生队1-0，哇，1-1，我来，啊，你来个屁啊，你来，2-1，哇，来集合，给他掌声鼓励，厉害。到后来都用左手了，恭喜我们教练获得大专杯 VS 一罩杯第一届好的胜利啊！来，我们就处罚位置，这很大声哦。哎呦，哎，听不？上次有一个女艺人一打下去以后便秘。
不会啦，这个大声归大声啦，但是还 OK 啦。林香常被打，体感怎么样？很舒服。你会期待下一次被打？对，然后你还会半夜私讯我说，玉林哥哥，拜托你来打我。还没搞错。你是刑警官，我必须要郑重的告诉你，很多人想说没关系啊，我就这样弄一下，想要做好人。如果你打得太轻的话呢，换你要被打十下。为了让你感受一下，他真的不会痛，你尽管用力，我先打你试试看。玉林哥，好了没？太硬了。啊？他是我们的快乐。来，这个。交给你了。我先问你，你要先苦后甘还是先甘后苦？先甘后苦。先甘后苦，对不对？甘，小苦，大苦，这个意思吗？来，林香，请就位。来，第一次啊。对。记住一件事情，你不能让林香幸福，至少你可以让她舒服。来 ，Ready。中医史50年来被打得最用力的就是你。对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好疼哦！过来拥抱一下，安慰一下啦，呼呼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弄痛你，然后还抱你。下一个就你了，来。你如果不用力的话，你会被打。让大家见识你的黄金右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用担心里长的报复。打完以后，好，我搬去隔壁，离开新雅里，准备了 ，Go！ 我们来好好聊一下，好了，我们去旁边聊一下。你今天半夜不离开哈，马仔领导也会羞耻。不要到时候。拖鞋哪里买的？可以通知我一下吗？他买不到，他买不到。玉林哥，我们去找一下厂商。对对对，这还蛮舒服的。对呀，我们来批发做这个生意，来代言。你是人啊，我就打扮成鸟，人鸟牌的，蓝椒白，蓝椒白情趣拖鞋，人鸟啊，我讲那不标准了，不你讲话没？蓝椒牌。哎呀，对呀、啊。你要把林香跟里长的力气加起来。Ready， go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对，私下说，很大声啊，但还好没那么痛，对不对？就怕你爱上了，你爱上了哦，打电话给哥，家里名蓝椒白情趣拖鞋，好，好啦，今天啊，为了感谢你这样子播控啊，参加我们节目录影，这只鞋就送你好了啦，马上收藏起来，带回家，别忘记订阅，开启小铃铛 ，See you together forever, love you。